神理分明。有位名叫刘恒的屠户，每天都会宰杀猪羊，几年下来，死在他刀下的猪羊不计其数。快按住他，去把接血盆拿来。刘大哥，好刀法啊！难怪谁家要杀猪宰羊都会来找您呢。哈哈哈，还好了，干了这么多年了，都很熟练了。刘师傅啊，你哪天有时间去我家，帮我把家里那只羊也杀了吧。今天没时间了，明天要去王大叔家杀猪，后天还要去赵大哥家。这样吧，大后天我去你家吧。好的，那谢谢你了。刘大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有一年，接连下了几场暴雨，河水暴涨，浊浪滔天，气势非常凶猛。铺在锅中的小船经不住狂风巨浪的冲击，往往都会遭到覆没之灾。船家，今天还不能渡河吗？是啊，你也看见了。接连下了这么多天的大雨，河水暴涨，哪里敢渡河啊？我这小船可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浪。哎，这雨看样子不是一时半刻就会停的，河面上浪那么大，要是出船的话是很危险的。对呀，前几天就有一艘渡船被浪打翻了，船上十几个人全掉进河里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有把那些人救上来吗？没有，浪那么大，谁敢下去救啊？这时，刘恒看到浪里有一个女人，紧紧抱着一只残破的船桨，拼命地在浪花里挣扎呼救。啊！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哎呀，好像有人落水了，还是个女的。救命啊，快救救我。哎呀，这样下去她一个女人可支撑不了多久的，要快点把她救上来啊。是啊是啊，船家，麻烦你驾船过去把她救起来吧。别开玩笑了，这么大的浪，我的小船怎么可能划得过去呢？搞不好人没救上来，连我自己的命也赔进去了。船家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？要救你去救，我把船借给你。我可不敢在这种天气里驾船滑到河中。可是我不会划船啊。别看我，常年在河上行船的船家都不敢过去了，我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们不是不想救他，只是太危险了。你们这些人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？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你们不敢去救，那我去救他。你要小心啊，避开那些风浪，否则会被掀翻的。我知道。啊！这位大哥，快救救我！你要撑住啊，我这就过去救你。不好了，大浪来了，小心啊！刘大哥，小心啊！快转方向，避开那个浪！快呀，快呀！刘恒驾驶的小船虽然几次险些翻了船，但他终究还是将那位落水的妇女救了起来。快抓住船桨，我拉你上来。抓紧啊！谢谢您，大哥，真的很谢谢您。啊，你怀有身孕啊？这位大哥，多谢您出手相救。
要不是您，我和我腹中的孩子今天可就要死在这条河里了。您可真是好人啊。不客气，你母子平安就好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痛啊。不好了，他快要生了，快快把他送到产婆家去。哎呦，肚子好痛啊。哎，不知道是否平安啊。生了生了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哈哈，多亏您及时驾船去把他救了上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老刘这一出手可是救了两条人命啊。是啊是啊，老刘可真是了不起啊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老刘功德无量啊。没什么，这没什么了。按理说，行善事得善果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可是在刘恒救了那位孕妇后一个多月，竟突然生了病，一直卧病在床。刘大哥，我听说您生了病，所以买了许多上等补药，您吃了一定会康复的。这太谢谢您了。你坐会儿吧，我去给你倒茶。不用了，刘大哥需要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刘大哥，我先告辞了。好的，你慢走，再见。我送你。嫂子，你一会儿赶快把这些药给大哥煎好，他吃了以后一定会康复的。刘恒的妻子每天都给他熬煮汤药，可是刘恒却嘱咐妻子为自己安排后事。哎呀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快上床歇着吧，我把汤药煮好了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必给我煮什么汤药了，我这病是治不好的，你还是赶紧给我安排一下后事吧。哦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看你现在虽然生了点小病，可还不至于要安排后事啊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肯定是活不久了。前几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梦中我似乎来到一座大殿门前，判官带我进去。你跟我来。看看这本书，你这一辈子杀戮无数，造下种种恶业，本当在今年某月某日死去，转世为猪，后五世都要受屠宰之刑。幸亏你救了两条性命，总算做了一次大功德，根据阴间的法律，就豁免了转世为猪，受那五世屠宰之苦。如今你的死期将至，恐怕世人不明真相，怀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，怎么反而早死。因此特地把你召来，把这些原委讲清楚，让大家知道这其中的事由。你这辈子的因果就此了结，下辈子努力从善，不要再杀生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所以不必再为我熬煮汤药了，还是准备我的后事吧。后来刘恒竟然真的如期死去，神明赏罚分明，因果丝毫不爽。一个人的命运总是按照他几辈子造下的行为做综合计算，不要因为有些事还未表现出因果关系，就以为天道无知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。Thank you.
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